大家好，我们是 Julius 口琴乐团。好，今天很高兴呢，我们听到我们的好朋友 Fresco 呢开了一家音乐中心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口琴专职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工作，因为它需要很大的决心、跟耐心、热情。那我想，这几年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 Fresco 口琴乐团呢，在这几年的国际比赛上呢，都得到很好的成绩。那今天呢，他们终于呢，能够成立自己的梦想。那在这个音乐中心成立的时候呢，我想乐团呢也给Fresco 好朋友们呢给个最好的祝福，那就请从我开始，我先祝我们的 Fresco 音乐中心呢这个一帆风顺，蒸蒸日上，开张大吉，学员广进，你的徒子徒孙能够雄霸世界。想要学好口琴吗？千万不要忘记，一定要去找我们的 Fresco 音乐教室。Thank you.